眼前这座看似平常的菜籽油手工作坊，供应着全村用油。经营作坊的兄弟二人数十年的生活始终被油香浸润。师傅，你们是卖菜籽油的吧？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朋友介绍的，听说你们的菜籽油是手工做的，我想买一些菜籽油。哦，可以，我们菜籽油香得很。 菜籽油榨取工艺在四川地区广为流传，尽管机械盛行，传统手工榨油工艺依然存在于属地角落。生湿的油菜籽投入大锅，高温翻炒下，菜籽中的水分不断蒸发，此时。 火候的控制尤为重要。炒干的菜籽香而不焦，才能榨出最为纯正的菜籽油。加点菜籽，要得。好好好。菜籽倒入碾槽，再反复的碾压中绽开表皮，均匀碎裂。 蒸劈、包饼是榨油前的最终准备。榨油人把碾压成粉的菜籽撂上容器，添水蒸制。20多分钟的等待后，便可取稻草包裹菜籽坯，夯实成饼状。籽饼装入榨槽，在一次又一次的人工冲撞下，色泽金黄的清油逐渐流出。